开花谢，花又开，春来春去春又来，匆匆过了三重灾，梁山伯与祝英台。所以我有所讲音数字，梁山伯甲祝英台在周世宗的学馆吃读书，不知不觉也已经过去了三年的时间。刘祝两人因斗阵吃，斗阵困，斗阵吟诗作韵，斗阵讨论学问。伫咧这三年来，因兄弟啊两人的友情，也是愈来愈深。这学堂内面的这么多学生啊，大家也拢真心酸。刘祝这两个结拜兄弟的个人友情，竟然是这么深。但是，这人讲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虽然三伯到达也不知道英台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假男人，但不过明明作为是一个查某人的周世宗夫人，通过这三年来对英台细心观察，伊早就断定英台身份是一个以图代理的小女人。